爷爷他是真的老了，像这样的木头，曾经他都是一只手举着转圈玩，现在是两只手用上吃奶的劲都搬不动。为了帮爷爷重展往日雄风，我也是在网上看到了一款机械手臂。没错，就像电影里面那样，带着他那个什么力量敏捷 buff 直接到我身上。今天也是给他整回来了，这么大一箱，看香。哇，好粗一根线啊！这儿有一个是电源线，机械手套，这个应该就是传动装置吧？这边还有一个主机，电器动手臂，机器人。哇，这有点乱，我来研究一下这怎么戴。OK， 现在手臂上来给它装完了，是不是非常的炫酷？最后咱们再接上这个电源线。OK 了，开启。哎哎，你们看，我手自动抬起来，我都没用力。什么情况？哦，刚刚这个参数我设置错了，我又给它调整了一下，现在可以了啊。咱们用这个机械臂拆个薯片看看。哦，哦，我就脑子里面想了一下，抓这个薯片，它这个手我是一点力没用啊。来，我们来撕个薯片，你看很轻松。哎，抓住了。嗯，这薯片还是童年的味道。来，爷爷，最近看你太辛苦了，我又给你背了一个好东西。这又没你什么鬼东西啊？来，我给你戴上你就知道了。这个呢叫做机械手臂，就是平常你干活不是很吃力嘛，你戴上这个之后，那将会变得非常轻松。这就连上咱们的机器，这就是再贴上电源，电源开关，好，这儿开吧。哎呦，没设置好，你等一下，我再研究一下。等一下，我就把这个参数给它调一下。